很高兴，我们今天有很多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的，有包括我们今天来的传道师，我们欢迎他，谢谢，我们欢迎我们的中轩。现在请各位都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耶和华是我牧者》。我是我牧者，我并不知缺乏。
圣洁的光中得着平安，得着盼望。我身旁，你是风浪平息。
们。